执导《风云三部曲》的导演林岭东日前于家中猝死，享年63岁。林岭东太太和仔仔这日来到富山公众殓房认尸，两人戴住帽和口罩，拖住手低头进入殓房。逗留了大约一个钟，手续办完之后，他们就拎着文件离开。林太拖实仔仔的手上车，期间并未回应记者的提问。现在安排是怎样啊？身后事怎么处理啊？之后他们就去到上环继续打点林岭东的身后事。